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多盆水往下淋。我们大会主席32届陈文智会长，33届李栋梁会长，还有我们郭敬老总监，郑新进第一副总监，还有曹茂前总监，还有我们赖美雪秘书长，还有我们各位内阁专分区主席，还有我的2223会长同学及各位领导师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新逢光华狮子会33届会长交接暨33周年庆，祥瑞本人仅代表辅导母会福音狮子会，感谢陈文智会长一年来的辛劳，圆满成功的功成身退，并恭喜我们李栋梁会长三官之喜，并致上最深的祝福，大会顺利圆满成功。光华狮子会在历任前会长及辛勤耕耘下，每届都有杰出的成果，也建立了优良的基石。本届在李会长栋梁师友卓越领导下，和全体师友的用心服务，举办各项社会服务皆受到各界的赞许及好评。身为辅导母会福音会，亦与有荣焉。受赠典礼的目的，为祭祀前辈的努力成果，继往开来，让后起之秀都能充分了解会内的历史及文化，让历史事物能有所彰显，这将是最宝贵、最完整的传承。在这欢欣喜悦的庆典上，祥瑞再次代表福音会，祝福我们光华狮子会，一棒接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会务再创高峰，诗韵昌隆。最后，祝福全体与会师友及贵宾健康平安喜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辅导会长刘会长。
真的，一来干一个，干一杯。
颜色。